曼谷老城区摩天轮夜市旁高端公寓，今天阿辉带大家看一下。阿辉经常给大家拍一室或两房的小公寓，今天来给大家看一下这套102平，而且还带着保姆间的大平层公寓。首先就要讲一下保姆间，很少有公寓是有自己的保姆间的哈。这里的话呢，其实它只是一个储物间，但是可以刚好放一张床，弄成保姆间，而且还有独立的卫生间，完全没有对房主人的影响。来，摄影师，我们去看卧室吧。首先带大家看的是次卧，整面墙的透明柜子，很不错的视野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体化现代的书桌。接下来看的就是主卧，主卧的话呢，有一个超大的落地玻璃窗，然后独立的个人卫生间，超大的会客区，要有多少个朋友才约来把它坐满。再层景的泳池还这么长，而且对面还是湄南河，真的是美爆了。看着河景在这里健身跑步，一点的感觉不累啊。怎么样，这样的豪宅你们心不心动啊？如果心动的话，就来找阿辉吧。